众请合掌。恭请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啊，不为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尊敬的陈校长，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交流完啊，师长谈啊，跟李炳南老师啊学习的十年因缘啊，老人家最后给我们的劝勉啊，跟印光大师啊是完全相应了。哎，这也是老人家给我们展现的师承啊，老人家提到了，啊，希望我们呢真正记住，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印光祖师期许我们呢，现身幽入圣贤之域，抱镜高登极乐之乡啊！啊，印主的期许，啊，师长的期许，完全相应了。而啊，印主说到的啊，现身幽入啊圣贤的境界。其实就是能够敦伦敬分的啊。什么是圣贤君子啊？言什么像什么啊，都用真心啊去尽他的本分啊。所以圣贤君子啊，不是高，而是落在啊当前啊，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啊，哎，这是当身成就的榜样，他的表法我们也要体会到啊。啊，诸位同道啊，大家希不希望当身成就啊？啊，这件事可不能勉强啊！啊，这个得自己啊，要坚定的决心啊，真为生死啊，发菩提心了，啊，不搞轮回了，轮回路险呢，啊，下了啊这个决心了，那也不是一时激动的。怎样修学才能当身成就呢？我们要对这个问题啊，得要深入思考啊。啊，人生踏出的脚步大小不是最重要，方向啊。啊，我现在的每一步是不是往当身成就在走？
我的思维，我的念头，我的一言一行，是不是都往当生成就靠近呢？跟当生成就相关的经教，祖师师长的教诲，有没有时时在我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当中指导我呢？那这样才能保证啊，我们走的每一步啊，都往当生成就啊的方向迈进了。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有交流过啊，师长老人家一段开示啊，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啊，大家有印象吧？那我们学完这一篇教诲啊，我们就要懂得善学咯。不能学还是照本来的习惯。那这一篇教诲就没有办法用上了。但是没有用上啊也很正常。因为我们只学了一次两次。按照科学家呢要学21次才不容易忘记了。而在这一篇教诲当中啊，师长就有指导了善听。用老实听话去听呢。不能夹杂太多自己的感受啊看法啊，我们还没有证阿罗汉呢，不能随便相信自己的意思。自己感受太强啊，都是见思烦恼在起作用了。就像这个染球它也很可贵啊。他自己心里的想法他又讲出来啊，他跟孔老夫子说啊，非不悦只知道啊，力不足也啊，不是不仰慕老师的啊所传授的道啊，我力量不够啊，他有讲出来哦。他没讲出来可能孔子就点不到他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复习一下10年因缘，老法师有说啊，他到海外弘法出去以前啊，会去见李炳南老师。出去以后又会啊给老师汇报啊，这是出去的情况。师长有提到啊，老师了解我的状况，他才好指导我啊。哇，那可能我们讲到这里了，不知道有没有同道生烦恼了？哎呀，我现在又没有在师长身边啊，我们修行了，有一点很重要啊，这个也是偶益大师知道的。观心为要，起心动念呢是修学最重要的。偶益大师是这么教，张家大师也是这么教师长的。张家大师讲的是从根本修。
从起心动念处修。这个起心动念呢，在师长教诲当中啊，有一句啊，强者先谦。我们遇到一切境缘呢，我们比较强的思维惯性啊，或者感受啊，很容易就提起来了。比方说积极乐观的人，他会去想方法解决克服。性格比较退缩消极的，他就容易啊往坏处去想，都是念头。所以修行啊，改性格啊。陈德还没有学佛以前呢，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父亲啊，他有两个儿子。大家有没有仔细去观察？同样一个家庭生出来呢，三个孩子、五个孩子，性格一不一样啊？连双胞胎都不一样了。哇，真的很有趣啊。父母啊，家庭是他的一个缘，但因在他自己身上啊。父母只是他投胎的一个缘呢，他与生带来的这些秉性呢，那跟他过去生修学的有关系的。那这个当父亲的人很用心呢，因为这个孩子性格差异啊很大啊，有太过有不及呀。论语说过犹不及啊，都要调到啊中道。一个儿子啊很乐观啊，这个父亲觉得有点乐观过头了另外一个儿子呢很消极这个老大呢比较消极小儿子啊比较乐观结果啊他就送这个小儿子什么东西呢？一堆马粪。看他会不会看了之后呢这个太乐观有点降一降齁。结果啊他这个小儿子看到马粪呢在家里面高兴的到处闯啊爸爸马在哪你给我买马马在哪齁你还送他马粪你看他这么乐观爸一定给我买马大家想一想这个结局是什么这个爸不给他买马就有点说不过去了给这个老大买什么呢买最好的自行车就送给他这个老大了他这个老大一看呢皱着眉头哎呀我骑了摔了怎么样到时候流血流很多怎么样一大堆的担心这个我们说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呢听一个故事也是在餐呢从这一个故事呢我们可以反观我们自己的性格是什么状态我们一遇事了是不是很容易先担忧
先退缩。修行就要在这些地方修啊，修行不能退缩的。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一片光明啊，啊，没有阴暗的地方啊，啊，我们对哪个人事物啊，那个退缩的心就提起来了。啊，那怎么跟一片光明相应呢？所以我们学无量寿经，学什么？目前当目其心呢、啊？学阿弥陀佛的心境呢、啊？啊，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责使成佛。啊，纵使身处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这是经上我们可以体会到阿弥陀佛的心境了。哦，你看他的愿很广大，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读经要受益啊，要不分别不执着去读啊。而且是随文入观呢、啊，读着读着，这一句经文就是自己的心境了。啊，老人家为什么让我们早课念四十八愿呢？晚课念三十二到三十七篇。早课提醒自己，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所以三十七念指导我们，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世间自在王佛跟法藏比丘的对话跟我们从事教学工作有没有关系啊？学以致用啊！啊，我们把无量寿经里面师生关系用在我们自己的教学上啊，用在父子关系上啊，养不教父之过啊，用在师生关系上，教不严师之惰啊。阿弥陀佛在因地上法藏比丘问呢，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啊。啊，诸位同道啊，你的孩子跟你的学生啊，有没有跟你谈过他的志向啊？哇，他的志向很远大。哎，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马上能不能啊，以很好的引导啊，让他志向更坚定。当然这个志向啊，这不能强迫的。修学最怕的出现执着点了，一直成病，最后好心办坏事，适得其反。比方说这个当父母的，你一定要给我到英国汉学院去，听起来挺好的哦，志向啊，
你这个志向是硬逼人家的啊，你不是做他的助缘，让他自己发起来的。志向是不能勉强的，一勉强他起反感了。我接触到好几位十几岁的孩子，他的父母就是一定要让他走这条路啊，我私底下跟他谈话的时候啊，或者听到他跟其他人谈话，都是我不想读这个书了。所以我们当父母的要柔软啊，不能强硬啊。所以当父母当老师的都体会不到孩子跟学生的心呢，我们给予他的引导真的起他的鸡吗？礼记学记讲啊，知其心然后可以救其事，知其心然后可以长其善啊。我相信呢，世间是在王府马上就感觉到啊，法藏比丘那种心境，他一个当老师的人马上回应正能量给他了。他是知其心呢、啊。哎，有一些学生发的愿可能太狂了，这个时候也稍微给他引导一下。哦，这世在王知道高才勇哲与世超逸，性解名记悉皆第一，他了解这个学生呢，所以回应他的是什么？人有自心求道啊，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啊！啊，马上一个很具体的影像啊，只要你有恒心毅力，绝对可以达到啊！精进不止，会当刻苦，何愿不得啊？一个当父母老师的人都没有这种使命气概，他能这么应激的去引导孩子们。所以要当好父母当好老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啊。一个很有志气的父母啊，对社会很有责任的父母，你说他的孩子不负责任，我不大相信。他每天在父母的一言一行当中熏陶啊，所以教育啊，最强的力量潜移默化。我们呢，要务本呢，修身是本呢。我们真有修身呢，孩子自然潜移默化。可是光是一个回到根本就不简单。强者先谦呢，什么比较强啊？我们容易在知末当中思考，容易在知末当中啊。做事，所以这一句“强者先谦”呢，就要让我们关照我们的心念啊，关照我们在面对境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正思维？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就指导我们善听、善思维，
善言善行呢、啊？我的思维都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的一言一行一定都在本上。时时能务本的人，他一定心是静下来的，定静安虑得，他的思虑都从本上思考，他得到的都是从根本去解决问题的。可是问题他的前提要知止啊，而后有定啊。知止是止于至善啊，止于当生成就啊。止于了脱生死啊，不能用轮回心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心静不下来？太多世间的牵挂啦，太多攀比啦，太多对未来的担忧啦。啊，一有这些担忧，就不从根本了。想抓外面的东西啊，我抓到了哪个人，我抓到了哪个学校了啊，我就稳了。从外面抓啊，很难心定下来啊。要理得心安，自己的心安在经教上，安在理智上，安在真理上啊。我们都知道思考一定要务本，不能本末倒置，但心静不下来，不可能安虑得了。那我们得问问自己啊，我们的心能安定下来吗？还是常常很容易急啊，常常看到什么事啊，火气啊就压不住了。这个告诉我们呢、啊、我们身心有问题了。那个火那么容易就上来了。哦、这个叫身体分阴阳、哦、这个阴不足了，没有水了，只有火啊，所以这个很容易上火啊，没有水煮了，这身体啊肾气都不足了啊，要调理啦。留得青山在啊，不怕没柴烧啊。啊，我跟我们汉学院的啊同学们提醒了啊，我们学传统文化，落实传统文化，从根本落实，根本孝亲，孝亲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事业做起。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有没有给孩子展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事业？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就是在把孝亲尊师演给学生看了。我们看乘船孔老夫子的道统的是谁啊？曾子，曾子的功夫
下任呢、啊，在《论语》里面呢，我们可以观察出来。曾子临终了，曾子有疾呀、啊，把门弟子找过来了，岂无足，岂无手，哎，先看脚啊，再看手。当然呢，假如呢，从这个他临终的迹象来看呢，哎，先看脚，再看手啊，哎，代表他的知觉啊是往上走了，是吧？所以他的神识怎么样？哎，神识是往上提升的。哦，所以这个经句里面的先后顺序啊，可能还有各种啊道理在其中啊。哦，你要堕落下去啊，那个神识是越往下走了。哦，从脚底出去就麻烦了。我们看面对临终的状况啊，曾子心念都是我孝道有没有尽好啊，还有赶快把学生找过来机会教育啊，念念都想着要传承啊。你看泰伯第八这一句曾子的话，把他的心境都透出来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用这样的心境来爱护父母给他的身体。所以啊，要把身体照顾好啊，也得改性格。性格太逞强哦，一定伤到身的。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句话就没提起来啊，这一点呢，我很有心得啊。哦，我这个个性啊，太逞强了啊，常常透支啊，然后还自欺欺人啊，骗自己啊，大众太需要我了，嗯。自我感觉良好，你看都表不好的法流弊就出来了。说实在的啊，这个天下没有自己啊，地球还是依然转啊，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很亮啊。哦，不能把自己太当回事啊，也不能把自己不当回事了。哦，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啊。哦，所以不能给自己太多合理的借口啊。哦，这些教诲在当下做。哎，真的呢。我们的孩子学生呢，只要没有健康的身体啊，他这一生学业、事业、家业就没有很好的根基了。读书一读累了，没有精力了，身体一不好，思维能力就差了。哦，他这个肾气充盈，思维敏捷啊。哦，我们要知道五常啊，仁义礼智信，跟肝心脾肺肾是相应的。啊，这个智对应的就是肾啊，水啊，肾水啊。
所以表智慧啊。所以有一句话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这一句话也要从君子务本去思考啊，可不能从分数啊，可不能从他现在有没有学哪一些才艺啊。我们的思维有没有从本，他的身体是本啊，他的德行是本啊。我们现在都是牺牲这个本啊，去追求知末啊。哦，那一天我听到孩子读小学二三年级，几点睡觉？11点多。哇，你不是拿本去换末吗？这当父母当老师不能这么干啊，这个有过失的啊。承德有机会刚好到这个城市街上走啊，有时候刚好有机会到百货公司看一看呢，看到现在的年轻人的脸色啊，真的都是苍白啊，甚至于穿的衣服都肚子空出来啊。难怪现在不孕症越来越多了。天气这么寒冷，大家看我包得这么紧啊，这早上也才5-6度啊，还很冷啊。你说这个10来度的天气，他这么穿，女性这么穿啊，威胁到我们人类的下一代，这不是开玩笑的啊。这衣冠文物啊，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啊。所以要改自己的性格啊，要把孝道啊展现给学生看才行啊。这个弘扬文化啊，它是一条一生呢啊死而后已的路啊，不能超短线呢。我记得有遇到大众很关心见到承德那时候承德还没出家。他很关心的对我说说蔡老师啊，怎么你们团队的人都这么瘦啊，尤其是上了年纪啊当妈妈的人。一看我们都那么瘦，还心疼的。说我们还没有利益到别人，就让别人操心了。所以都要让别人操心的人，说为往圣继绝血啊，这不大可能的啊。要能不让父母操心，不让老师操心了，不让别人操心啊，这个才能去利人呢。好，所以我们刚刚啊，透过自己的念头，清楚自己的性格。老子有说啊，自知者明啊，知人者智。但是欲知人者，要先自知啊。欲爱人者先自爱啊。
欲助人者先自助啊。啊，我们身心安定了，我们才能够去爱人呢。啊，一个当父母的人，这个急躁的心都没有调伏下来，他纵使讲的每一句都跟《弟子规》相应了，他所传递的是什么能量？是着急的能量。一着急起来，还加上控制要求，甚至还带威胁。哎，你没有怎么样，你就给我等着瞧。嗯，啊，甚至还拿别人来威胁自己的孩子。比方说，你假如不怎么样，陈德瓦斯就会对你怎么样哦，把我都拉下水了。我本来要珍惜跟这个孩子的缘。你看，当父母的人已经习惯用威胁的方式，他就不知不觉就用出来了。教孩子不是第一啦，教自己才是第一啦。哦，海南省建一斗为什么可以做成功啊？因为彰花厅长一把手，他的认知非常正确。教育者首先受教育的，所以现在真正最重要的不是教学生，教孩子，教父母，教老师啊。教自己呀，教自己从哪里下手？为学第一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你的心定不下来，你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个动作，可能都起到负面效应了。那怎么把孩子教好啊？啊，我有听过啊，同学说，哇，听老法师讲课啊，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啊，因为老法师讲的慢呵呵，哦，他是很着急的人啊，啊，一听老法师这么慢，哇，他都有点，哇，心跳加快，啊，这不适应啊。啊，其实我也很着急的啊，所以这个急的人呢，脾胃功能不是很理想啊，所以吃不胖啊，所以人要增胖啊，还得先改性格哦。你看人家心广体盘啊，都是脸很圆啊。很沉稳啊，慢慢来，慢慢来，不着急啊。哎，所以听老法师讲经有一个好处啊，能够把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随着老人家的速度啊，把心调的啊，跟他同频共振。啊，听经的时候啊。把心调伏下来，慢慢的就会察觉自己，哎，走路慢了，哎，讲话慢了，一个人的涵养啊，功夫在一个缓字啊，心能安定缓和下来，你才能够去。很从容的应对人事物吧。不知道我这么一讲会不会哪个同修是慢郎中啊，他实在慢的他的太太都快受不了了。听我这么一讲，你看陈德法师说要慢啊，要慢。啊，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啊，啊，大家也什么都没听啊，听而无听，
是真听，是用真心去听，没有听出执着点，没有听出对人的要求。说而无说是真说。哎，我们当父母老师的说而有说啊，就瞪大眼睛在那里看孩子跟学生有没有照着我说的做，那个控制的心就上来了。所以这个无说无听啊，无助啊，无相无愿，这个都是属于啊，心清净了，因无所住。讲完了，心上还是清净的，没有挂着一个事。所以因无所住，他在预言，他才能而生其心啊，就像镜子一样啊，境界来了，照得清楚，境界没有了，干干净净的。我们的用心啊，是往用心如镜的方向去努力啊。对人事物啊，不要落印象。理上讲很容易啊，不要落印象。事上呢，事上我们得有配套措施啊。一些落印象要浮起来了，赶紧万德洪名，哎，赶快念啊。所以师长的指导非常精辟啊。做事的时候啊，真诚心去做，真心去做。这个事做完了呢，万德洪名提起来。这个心才能保持清净的。不然我们做完事啊，哇，那个事脑子里继续转啊，甚至转到呢晚上都很难睡着。所以诸位同道啊，两件事啊一定要保证。吃的香。还有胃口啊。还有呢睡得香。假如躺上去半个小时都睡不着啊，要调整啊。因为啊这种状态只会透支身体啊。为什么说睡不着透支身体啊？第一个，半个小时还没睡着啊，这个脑子里转不少东西。师长有说啊，人 90% 以上的能量耗在哪？念头上。耗了那么多能量又睡不好。睡觉是大补啊，最补的就是睡觉了，补阳气啊。你的整个器官呢才能够休息啊，恢复啊。所以吃跟睡不能保证了，这个赶快要调整了。不然就继续透支下去了。说实在的，我们现在身体啊，还会影响我们的心呢。我也听过这个修学的人，这个身体我不在乎了啊，活一天干一天吧。你这个说法是把你不够珍惜身体合理化，还是你真的是入这个境界？你的定功完全不会受你身体不舒服影响，你再来这么说啊。说实在的，真的有这个功夫的人啊，
他也会表法给人家看啊，他会考虑啊，他所做要为人演说。所以我们看哦，师长那么多学生哦，几个人有观察到他老人家早睡早起啊。哎，我们当学生的跟他老人家学，可不可以把这一块跳过啊？啊，然后自己都打着我是老法师的学生啊，结果都半夜一两点才睡觉。然后呢，他团体的人看着他，他不睡，人家也不好意思睡，最后就整个团体都缺觉了。所以学啊，不能挑着学哦。老人家的定功很强哦，但是他表的话也是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我们儒释道三教圣人的指导，哎，怎么样生活才是道法自然？好，我们看那个农民啊，道法自然。这个陈德有去到一个农村呢，结果呢，我们这个同修啊，载着我啊，载着就说了，哇，这一户啊，人家啊，95岁的时候啊，还来帮我干活啊。因为大家都是农夫嘛，互相之间，哎，刚好你那里比较忙啊，互相支援呢，这个邻居很重要啊，千金买田，万金买好厝边啊，我们闽南话都有押韵的哦，念起来都挺有味道的，千金买田啊，万金买好邻居啊。这个好邻居会形成一种氛围啊，你这一方的氛围。所以为什么孟母要三迁呢？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氛围潜移默化影响小孩。很明显的，我们小的时候的记忆啊，哪一家煮好吃的都端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哪一家婚丧喜庆，其他邻居都来帮忙。你说我们在这种氛围啊，还会很小气吗？不会了。所以他带着我就说，这个是95岁还到我们家干活。另外这一户人家活到104岁了。我当时候听了之后啊，就想，哇 ,95 啊 ,104 啊，自己假如能活这么长啊，哇，还能够再跟大众分享。所以长寿啊还是挺重要的。所以这个农夫啊，他知道道法自然啊，他一定不会急于求成的，因为他每一天所面对的都是道法自然。我种下去的东西哪有一下就开花结果啊，它要发芽，它还得先育苗呢，育完苗再移植啊，之后再生长啊。
我们呢，不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啊，我们是在都市丛林里面啊。哇，窗户一打开，一栋一栋高楼大厦，一栋比一栋高。整个生活的氛围是什么？快快快，洗脸了，快快快，吃饭了，快快快，穿鞋了，快快快，都是这样，快快快。你说这个孩子不急于求成吗？不着急吗？所以真正当父母老师在这个时代啊，功夫要更高啊。我们处在这个共业当中啊，你这个父母老师要很冷静，很有定力啊，你才不会被这个整个共业影响啊，才能有别业啊。所以我们首先呢，父母老师啊，包含领导者啊，做之君，做之轻，做之师啊，要把我们的心先定下来啊。要怎么定？我们有没有曾经重视过这一件事才重要啊。啊，我们好像可以讲出很多事情很重要啊，哪些是务本的，可是每一件重要的事都要下功夫去调整啊，去把它做到位才行啊。我们现在行的部分呢、啊、比较缺乏了。哦，所以李炳南老师说啊，白衣学佛不离事法，必须敦伦敬分。真正有重视这一句话了，他就会去思维，然后他的言行就会跟上他的思维。夫妻相处，我应该尽什么本分呢？父子之间，我要尽什么本分？他静下来啊，把它列出来啊。哎，兄弟姐妹之间，朋友君臣之间，好多事要赶快去做啦。必须敦伦敬分啊，处事不忘菩提，不能忘了菩提心哦。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好，我相信啊，我们每一个弟子看到这一句《华严经》的话，没有人愿意啊做魔业的。可是这一句啊，是指导我们不能忘失菩提心。真正把这一句话重视啊，会去思维我怎样保持菩提心，保持真心，不能让它忘失了。那既然要保持它，那我们每一天就要把这个菩提心保持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保持在人与人五伦的相处当中啊。老人家怕我们对菩提心啊不容易去体会。
老人家很慈悲啊，给我们讲了五心，让我们从五个角度啊去感受真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所以学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就是用真心了。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呀。把迷失的真心找回来，然后让它保持，不要中断。哎，李老这些话，应祖这些话，我们得把它重视起来啊，不然我们背了一大堆，冷静想想，没有一句啊，下深功夫下去了。所以他老人家才教他，处事不忘菩提，要在，要就是重要啊，要在行解相应啊。我们佛门一般说解行相应了，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把那个行搬上来？他已经观察到啊，我们行的力度不足了。弟子规也提醒我们，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现在啊，弟子规这一句提醒啊，能重视起来啊，就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学知识的惯性啊很强啦、啊。都希望啊多学一点。求知欲。我们那个求知的动机啊也要看清楚。观心为要。求知的那个欲望很强啊，为什么？哇，这样人家一问我，我可以讲很多，人家就看得起我了，人家就会觉得我很厉害了。啊，我还可以去给人家辅导啊。这个心离道越来越远了，自己有没有看到？我们在讲台上了，哇，我看书的目的就是堆积我可以讲课的材料。这样的心境都会忽略到力行落实。所以弟子规每一句啊不能划过去啊。李炳南老师祖师的每一句教诲不能划过去。说实在的，不划过去都很难，因为我们的心啊太浮躁了。所以师长在讲经的时候啊多次提到，我们现在心浮气躁啊。所以古人留这一句啊要重视起来了。为学第一功夫啊，降得浮躁之气定。那李老这两句法语提醒我们，敦伦敬分重要，提醒我们菩提心重要。菩提心啊，不是说说而已，要落实。所以我们在夫妇相处、
父子相处、兄弟相处之间，我们要关心为要啊！啊，出了家门，君臣之间、朋友之间亦如是啊！你看，君臣之间尽失尽忠，退失不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这纯是去成就领导的心，去成就团体的心，去成就大众的心。好，好，那在五伦里面，我们看真诚，一念不生是为尘。所以我们在五伦相处当中啊，不能落人家不好的印象。一落下去了，你一看到这个人，你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上来了。啊，甚至于更严重的就对立起来了。好，那你这样的心境啊，互相交感的就是彼此的恶念啊。啊，你用真心可能唤醒的是他的善根啊，都是感应啊，互相交感呢。所以对人呢，不要有成见。在哪里练呢？每一次跟人谈话的时候，关心为要啊。啊，我以前落这个印象，阿弥陀佛啊，真诚相待。而且啊，都念人家的好。所以师长有一句夫妻相处的一句真言，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哎，这心才能真诚啊。这样的心境啊，跟普贤行相应了、啊。啊，只看对方的优点，称赞如来，随喜功德啊。不看对方的缺点，才能礼敬诸佛啊。啊，所以要真诚。啊，与人相处呢，要清净，不能对人呢有目的、有所求。其实这一点就不简单了。自己成长过程呢，也是在功利主义之下，啊，什么事都带点目的，啊，讨好老师，讨好领导，啊，现在虽然知道修行了，但是还没学以前呢，这些惯性要转过来，那得我们很重视了，很下功夫了，他才能转变过来啊。哦，我们可不能感觉到，哦，哎，我学了，啊，哎，这些我都转了。真正转了，也不简单了。啊，不顾生死，不计成败啊。啊，转一个提气啊，啊，跟扒一层皮一样啊。不容易的啊，陈德啊，从小拿筷子就拿错的，后来因为啊要去代课了，就想到老法师说，啊，你当长辈的人呢，都要给孩子好的影响，我就开始改那个拿筷子了。哇，前一个礼拜啊，吃饭很痛苦。因为拿正确的夹菜都要夹半天，夹的都快没耐性了，很不好受的哦。但是坚持下去，不然又回到那个惯性去了。坚持了好一段时间了，慢慢适应了，都有一段痛苦的过程了。
哎，后来很有意思啊，改过来以后啊，有一天我突然想说，哎，我以前是怎么拿的？好，忘了，我就学到正确了，错误的忘了，放下了。他说学道须是铁汉呢，他转变一个性格不容易啊，转变一个习惯不容易。学道须是铁汉，两字性条真干。宁肯碎骨粉身，终不忘失正念。要有这种死都不怕，就怕念头不对，才能把那个退缩的性格转过来，才能把那个控制的念头转过来，才能把那个对立的念头转过来啊。所以修行啊，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啊，得真实面对自己的问题啊，自知则明啊，要先从自知下功夫啊，才能够知人啊，自爱才能够爱人。所以现在摆在第一位的，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好啊，接下来才是第二位啊，知所先后，则敬道矣啊。那今天一开始跟大家提到，师长他出国前去见李老，出国回来再去跟老师汇报，老师才好指导我们呢。那可能我们下一个念头，那现在师长年纪大了，他也不可能这样指导我们了，那我没机会了。这个容易啊，负面的想法。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呢。老人家还注视啊，我们真的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老人家还是会护念我们。但是毕竟老人家年纪大了，我们不能常常去叨扰啊。这也是我们在落实啊。除非万不得已啊，不然呢，自己用他老人家的教诲思维，现在啊，这网络呢，事实上它没有说它有好坏啊，都是因为人啊，我们用习气去用它，它就给我们不好的影响，我们就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了。我们是用觉悟有定力去用这一只手机啊，那变成免费的秘书了。所以何处是道场啊，处处是道场啊，手机是道场啊，吃饭是道场啊，对饮食勿拣择啊，要把偏食放下，吃饭就是道场啊。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吃饭就忘失正念了，吃饭就变魔业了，忘失菩提心，吃饭也用菩提心吃啊。计功多少，量彼来处啊。实存五官啊，量彼来处啊。哇，我吃这一顿饭啊，几十个行业成就了我这一顿饭啊。有米有面啊，有菜啊。你看这个过程
有农夫哎，啊，还有商家啊，甚至还有做豆皮的。一日之所需啊，百公司为备啊。啊，所以《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有一个念众生恩呐，啊，念恩的心能保持啊，烦恼就不容易进来。为什么？念恩的人，每一天就觉得要去报恩，他觉得好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吃饭在丛林里面呢，就是修行啊。五门功课啊，其中吃饭也是功课啊。积功多少，量彼来处啊。存己德行，全缺应供啊。哎呀，自己德行没有好好提升呢、啊，对不起这一餐饭呢、啊，对不起大众的供养。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啊，吃饭要吃出啊菩提心、感恩心啊，不能吃出贪心来了。吃出贪心啊，每一餐饭还没吃以前就想，哎呦，今天有没有红豆汤可以喝啊？这个未来烦恼就起来了。还有。我自己功夫不够啊，讲到吃呢，肚子就叫了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先修自己啊，讲别人没底气了，一讲肚子就叫了。所以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啊，不能起贪心啊。正视良药，未了行哭啊。我有一个病啊，叫肚子饿啊，所以没办法，得吃啊。但是吃啊是未成道业，方受此食啊。所以聊这个肚子饿的病啊，但是更重要的，我得成道啊，才对得起大众的供养。好，我们刚刚提到了，师长住世啊，都在护念着我们，那我们首先可以啊，用他老人家教的教诲来思维，还是觉得想不明白，可以上网，打老人家的法号，然后啊。你的问题的关键字打一下，可能就跳出来佛学问答，老人家针对好多我们修学的问题都有指导。假如还是找不到，那善有为一，偶益大师给我们指导四点。净土为归，这个就是知止啊，这一生呢、不贪求任何东西了，一切随缘就好了。我们有福报啊，不可能饿死的。有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啊，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不用去操那多操那些心，随缘就好了。净土为归，所以师长最后的话也是知道我们净土为归的。我们为往圣继绝学，为万师开太平。这个是真正报师恩呢、我们信愿念佛，求生净土。
完成这一生的使命，我们到极乐世界再相聚。好，诸位同道，我们跟师父约定好了没有啊？一言为定啊，不需要打勾勾吧？这些我们的随文入观，一个人努力的动力啊，跟守信用有关。哎，我答应师长了，我答应人家了，我在心里面答应我的另一半呢，要白头偕老，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甚至于我们起的心都不辜负，就像许恒心主，好吧，就像季札挂剑，他的心啊已经想着这把剑呢送给对方了，因为他要出使他国，不能没有佩剑的。哎，后来他回来要去给这个人，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他就把这一把剑呢就挂在他的坟前。啊，我以心许之啊，岂可以死背无心哉啊？不能因为他死了违背我的心呢。所以信重要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也是一种动力啊。好，所以偶一大师说净土为归哦，我们要这么做，持戒为本啊，孝亲尊师是本。我们说道法自然，守大自然的规矩也是持戒哦。熬夜就不持戒了。哎，到哪一个团体守哪个团体的规矩都是持戒，开车也是持戒守规矩。到厨房煮饭要有章法也是守规矩啊。不守规矩啊，煮完一餐饭呢，这个厨房就像打过仗一样了。哎，哦，那孩子一看这些情况啊，都会影响啦。你煮完饭啊，收拾得很好，这个厨房啊都在给孩子说法。西方极乐世界六层说法，真正用心的父母老师，他的家在说法，他的教室在说法，因为都有他的真心在其中啊，他的教室的布置啊都在说法啊，就像极乐世界的孔雀鹦鹉，那个都是阿弥陀佛的真心变现的。那我们当下也是啊，持戒为本，观心为要，善友为依呀。我们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有不能解决的疑问，我们这三五好友，因为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啊，我们三五好友一起用师长的教诲来修学，来思维问题，可能我们自己想不明白的问题，同参道友啊，就可以互念到我们。我们这样的团体还不行啊，我们去请教悟道法师、悟行法师啊，请教我们团体的负责人啊，再不能解决啊，他们一定会去请教师长啊。所以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啊，我们真的
肯医治师长的教诲，他老人家也随时是在护念我们的。世事无碍啊，我们的习惯呢，常常会觉得时间有碍，空间有碍，人事物有碍，常常都想很多分别执着来障碍自己，反而应该是一种积极向上，宁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好，所以老法师最后这一段话是一种师承，都是传承应主李老重视什么？重视菩提心，重视敦伦敬分。而我们敦伦敬分当中啊，有三个伦常是在家庭里面的。我们是大乘佛法的学人，首先从哪里学起啊？扩宽心量啊，师长刚好遇到啊新认识的人，对方很热情啊，问师长，法师啊，你是哪里人呢？师长说什么？我是地球人呢，我跟你同乡啊。哎，师长这个让我们不要啊太分别了，太执着了，要把心量扩宽了。当然我们不能忘本了，哪一片土地生长滋养我们的，这我们要感恩，但是不能变成执着啊。哎，变成执着了，传统文化中心一定要在我的小镇，一定要在我的村，一定要在我这个市，就变执着了。哪里原先成熟，先做哪里。这是佛门做事的原理原则。结果我们一执着了，都要在我这里做，最后人力物力财力聚集不了了，好多好机会啊都错过了。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啊。所以我们冷静看看啊，我们在哪些地方能执着啊，一不小心就有执着点会产生啊。在哪里出生呢，也会是一个执着点啊。所以师长这种幽默啊，也都在点化我们啊，把心量扩宽，都要为整个地球着想啊。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学习啊，应主天下太平之根本啊，这一本书啊的一个学习纲要啊，陈德这边呢也是抛砖引玉啊，我们一起啊来深入他老人家有关家庭教育的这些开示。祖师们呢都是开智慧的人呐，他的智慧啊是超越时空啊，可以指导到我们的。如来祖师智慧啊，定慧就畅无极啊，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啊。
我们来看，第一，家庭教育因果报应乃现今挽救世道人心之至极要务，重要到最极处了，就是这两件事了。我们学大乘的，首先是发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说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去度十方一切众生，结果我们眼前的众生我们不度，那这有点怪啦。我们要度众生，我们眼前的亲戚朋友都不关心，这说不过去了。所以黄念老说的，无情不能修道啊，对亲戚朋友要有情义啊，要有道义啊。所以我们都发过誓弘誓愿的，看到他老人家说挽救世道人心啊，这个教诲我们要重视的。什么最重要？家庭教育因果报应，若不从此着手，凡则凡所错置，错置就是你所做的一切，设想也好，具体做法也好，皆属之末。本末倒置啊，会有流弊的哦。老法师说，就像那个花瓶里的花，它没有根呢，没有根本了，撑不了多久的，结果谢了，它会发臭啊。流弊就出来了。就像我们传统文化的老师，本在哪？本在修身，本在齐家。去利益大众啊，这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哦。假如我们忘了这个本，我们这个弘法的事业做不长久，慢慢家里出状况了，慢慢都掩饰了，都不让人去接触到他的孩子，因为一接触到他的孩子，他就露馅了。哎呦，那某某老师课讲这么好，怎么孩子是这样啊？学指导我们，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这些经句都不能划过去的，一点含糊都不可以有。君子居义以事命啊！我现在安在我的因缘，安在物本，安在我的本分上。我的孩子现在最需要我陪伴，我全身心用真心护念他。三五年，他的德行稳固了，哇，到时候你广修供养啊，娓娓道来啊，现身说法。假如我们不肯悟本了，孩子教育的黄金岁月过去了，你只有后悔的份了。当其可之谓时啊，时过然后学，勤苦而难成啊。看理系学系这些纲领啊，太重要了。我们看下一句啊，皆可畏畏啊，畏是虚畏啊，
你不从这些根本上去，做的都是表面功夫了，虚的，没有办法表法，这个会破坏传统文化形象啊。所以师长说，谁想很快的把传统文化复兴，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你说讲课了，最后搞到离婚了，最后搞到家庭都不和了，皆可谓为啊。我们前面呢，传统文化走了一二十年的路啊，我们得总结总结啊，为什么出那么多情况啊？不听老人言啊，不听祖师言啊，不听师长的叮咛啊。我们看第二，天下治乱之本，在于匹夫匹妇之能敬伦敬分与否。这句话提醒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跟我们每个人有关呢。底下点出来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呢。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啊，家庭是由夫妇为核心呢。夫妇有别，而后，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这是《礼记·婚义》里面的教导，祖先这些话不能划过去的。我们冷静观察看，我们五千年来啊，哪一代人活得最辛苦啊，最忙啊？就是我们啊。我们那么忙，我们得到身心清安了吗？我们得到家庭的安乐了吗？我们的烦恼越多，为什么？花的时间越多，我们得不到幸福安定了。我们忽略了老祖宗这些通达人情、道法自然的教诲了。师长到了澳洲去啊，这些和平专家啊，找老人家去聚会啊，他们也都是很有心啊，希望啊这个世界能够再回到安定和平。他们以他们的专业在探讨啊，讲了很多方法，用经济啊，用政治，用外交啊，甚至还有用武力。都用这些方法，他们讲完之后，请师长讲，师长首先告诉他们，要解决问题啊，跟我们中医治病一样，得把病根先找到，才能对症下药。病根在哪？在家庭，夫妻冲突了。哎，结果这些专家听了，哎，很有道理啊。虽然他闻所未闻啊，可是你看，真正对的道理啊，人他的善根可以交感的，问题是他没有听过啊。好，所以我印象很深呢、啊。二十年前啊，曾得到晋中学院学习啊。学院有开啊，对当地澳洲人的课啊，很多澳洲人来听啊，
我也去听了、其实我听不懂、因为是讲英文的、但是我去观察他们听的状况、我印象很深了、比方说谈到那个闵子骞、讲到那个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呐、我观察澳洲人，听到这里的时候，他自己的头动了啊，自然的动作啊，谈到这个指鹿父母啊，走这么远，想着啊，父母可以吃到米啦。我看谈到那个孝子最至诚的那个点的时候，在外国人的头自己点了。他虽然没有讲话呢，我收到的他的心声是：做人应该这样，做人应该这样。所以人之初性本善，不是指华人啊，不是指中国人啊，是指一切众生、一切人啊、性本善呢、所以啊，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啊，有5000年的智慧啊，我们有责任啊，供养给各个种族宗教的人啊，宗教也可以啊。为什么？我们是教育啊，宗教是什么？天父啊，是父子关系啊。啊，父亲不会反对去跟有智慧的老师学习啊。所以马来西亚有一位退休校长，虔诚的啊伊斯兰教徒，他来参与传统中华传统文化的课程，结果他就提到了，他说我们伊斯兰教也强调孝道，他们经典里面说啊，天堂在母亲的脚下，所以代表孝顺的人呢、可以进天堂啊，常常都能承欢膝下，听父母的教诲。他就说到了，孔子教导孝道啊，教得非常完整啊，非常有系统。这是他的感触哦，因为毕竟积累了上下5000年的、所以我们的文化是可以去利益到各民族他的宗教文化往上提升的、兼容并蓄啊，相得益彰啊，这是我们文化的特色啊。所以师长为什么在联合国会议，他都尽力的把老祖宗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介绍给各国的友人啊，这是真正理解老祖宗的心呢、老祖宗在大学里面就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读四书就是要以胸怀天下的心境啊，才读得进去啊。”那我们现在要学，得从效法老祖宗的心量开始了。所以师长跟他们一讲，他们都接受了。真的哦，冲突在夫妻啊。因为夫妻都冲突，每一个孩子都是从家庭里出来的，他看到父母都是冲突，他哪里学到和谐啊？他不知道怎么和谐了。他所想所做都是冲突，这是从根本解决问题的。所以祖师讲的，天下治乱之本
在于脾腑，脾腑啊，敬伦敬分。每一个当父母的人都把孩子教好了，这天下就安定了。而《礼记》里面这一段太重要了。为什么是男女有别？代表一个家庭要分工啊。一个家庭里面有好多重要的事呢。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分好几个部门呢。你们有没有遇过哪一个人啊，在公司里面所有部门他全包了，然后还做得很好？我看不大可能。一个人的时间精力甚至包含他的财性哦，像陈德啊，你让我管钱啊，铁定完蛋了。哦，哎，你要用人也要看他的特性啊，太仁慈的你不能让他去当将军啊。哦，不然他有时候妇人之仁，那可能几十万大军完蛋了咋办啊。好。哦，那管钱呢也要那个特质啊，让他管。好，那个大手大脚的尽量不要让他管钱。啊，哪怕他是会计系的哦，也要考虑考虑啊。哦。那既然家庭是要分工的，那古代男主外女主内，因为男女有他的特性啊，男人毕竟是阳刚啊，阳刚要出去冲啊，啊出去拼啊，爱拼才会赢啊。你一个男人，你让他每天窝在家里刺绣啊，他不憋出病来吗？啊，男女有别啊，这个也是看这个特质。啊，当然有一个男人刺绣啊，可以刺到一门深入啊，刺到这个很有定功啊，然后呢很会教孩子啊，那你们夫妻可以看着办啊，自己好好商量。啊，每个人的姻缘状态不一样。可是那个精神我们要掌握住，一定要分工好，不然呢，这个家庭就会有重要的事被忽略了。其实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是什么事啊？至要无如骄子啊！啊，这一点呢，陈德到了海外体会更深。因为能够到海外的华人呢，福报都挺大的，地位、财富都有了。可是最遗憾的是什么？孩子管不了了，孩子忧郁症了，孩子变成宅男宅女了。他那在那里无可奈何。你看这个时候他看着他的地位，看着他几栋房子，你说他高兴吗？人生呢，抉择很重要啊。什么是轻重缓急呀？到那个时候啊，就很难了。实在讲啊，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啊。最重要的还是父母的真心要现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哪怕孩子已经成年了，
它还是人之初性本善，只是我们要的身教要做得更好，我们要更有耐心去陪伴他，不能丧失信心，性为道源功德母。这个信心真的立住了，祖先啊，佛菩萨都会来帮忙的。所以老法师说啊，说我们中华民族轻视女性啊，这是误会啊。把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事交给太太了，最重要，孝顺父母啊，教育子女啊，相夫教子。其实一个人啊，一个男人在事业当中啊，铁定出现种种的诱惑挑战。这个太太啊，很定啊，就能适时提醒到先生一些关键的点。所以叫妻贤夫祸少啊。你平常让先生没有后顾之忧，先生很信任你。你讲话又不啰嗦，每一次一讲都点到要害。先生一有烦恼就找你商量，跟你谈话。真的可以忽略到先生很多事业的关键点。我们自己就心浮气躁啊，常常情绪起伏啊，这个要护自己都难了，不要说去护丈夫了。所以男女有别了，这个家重要的事没有忽略了。互相感恩。太太感恩先生扛起家庭的经济重担。先生感恩太太把这个家治理得这么好。父母身心健康。孩子健康成长。互相感恩呢，夫妻同心呢。假如夫妻变成在那里比谁赚钱多啊，那就很难互相感恩了，变成互相较量了。那就很难有夫妇的情谊啊，恩义了。所以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啊，这个孩子在夫妻这么和和的氛围之下成长，自然感恩父母，孝顺父母。所以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这个孩子出社会去了，忠诚出于孝子之门。所以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所以要解决社会的问题，要从家庭下手啊。所以这里提到，我们要尽伦尽分啊，是天下治乱之本啊。接着印主讲，所言敦伦尽分，敦伦尽分要有具体的做法，不能又背一个词而已啊。即力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谓也。哎，很有味道哦。比方说夫妇之间，这个丈夫啊领妻成道啊，他自己怎么领啊？他要自己以身作则啊，
他要做到孝悌，哎，他也要忠啊，他让太太看到他对一个家庭的尽心尽力，哎，他也看到先生信了，夫妻之间守信，对孩子也守信用啊。有一个故事啊，曾子杀智啊。这个曾子的太太要出门了，孩子在哭啊。他太太不哭不哭，回来给你猪肉吃啊。结果孩子就不哭了。这个太太回来啊，曾子在那里准备了。他太太说：“我是哄孩子的，这对孩子要守信用啊。”哎，这些历史故事啊，对我们当父母老师都是一种启示啊。哦，当然，因缘变了。你纵使要改变调整，也要跟孩子讲清楚，要跟学生讲清楚。你不能自己在那里说啊，反正因缘变了嘛。你不讲清楚，人家还是不理解啊，会误会的。所以答应别人的事情，假如有变化了，一定要跟人家解释好。这也是对事对人的一种基本的尊重了。啊，这一点我就做得不好了。啊，我容易激动啊，容易开支票。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自己啊，应该啊，要拿一本小本子。啊，这答应人家的事要写下来。啊，常常看了就不会忘记了。啊，当然呢，还要对自己不能太激动。喜时之言多失信呢。哦，常常太激动，太高兴了，一讲出去了，啊，后来是非已勿轻诺，果轻诺进退错，啊，所以古人这些话都告诉我们，啊，不能激动啊，生气的时候啊，去应对事情啊，啊，怒时之言多失礼了，讲错话了。啊，盛怒中勿达人书，生气的时候啊，不要写信给人家。生气的时候啊，不要回微信哦。那回回去啊，超过两分钟就收不回来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哦，所以我们看，你夫妻当中，孝悌忠信。礼，举案齐眉啊，夫妻是最亲的人伦关系啊，不能随便了、啊，不能不尊重对方了、啊。啊，义，夫妻之间呢，恩义、情义、道义，哦，仁义啊，处处为他想。廉耻，哎，我们自己知过必改，这个就是廉耻、羞耻心啊。哎，廉，俭以养廉，你做了都会感动你的另一半的。所以敦伦敬奋是啊，力行八德，于哪里呢？必须实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呢、啊？敬奋呢、啊？我们这么做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阿弥陀经教我们当生成就的法门啊！但是是善男子、善女人是当机者啊！敦伦敬奋才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以我们看第三，真佛弟子须于伦常道理，
必须格外认真啊，敬仪敬奋啊，仪就是义啊，该做的。倘于伦常有缺欠，便难以感化同人，我们就感化不了大众了。所以印祖又讲啊，不孝父母，不教子女啊，是佛门中的罪人啊。就不要说善男子善女了，变罪人了。所以必须格外认真的为人演说啊。所以祖师接着说了，就家庭日用云为，以作为圣为贤之先荣啊。我们家庭这是伦常本分，这是成圣成贤成佛的基础啊。先行的功夫啊。要做这些功夫的，正所谓啊，即俗修真呢、啊。我们是在世俗当中啊，没有出家，我们还是在社会里面呢，世俗里面呢，即俗修出真心，即俗啊成就成佛，现居士身而说法者。己利利人呢、啊，自利利他。末法时期啊，白衣说法不少啊。但是他假如没有认真尽本分，他怎么娓娓道来，落实五伦八德呢？他讲出来都是太理论化了，摄受不了大众。人家一听，哇，这个都是真实的感悟啊。所以即俗修真啊。不离佛法行事法。不废事法正佛法。当生往生作佛。就在敦伦经分中啊。好。好，那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大众请合掌。礼谢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好，不为礼。阿弥陀佛。感恩法师，恭送法师。好，免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啊，大家好好休息啊，再见，再见，再见。